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如这个图了哈，这个圆 O 的两旋哈 ，AB 跟 CD 交于 P 点，那圆 O 的半径是三公分，哦，这 R 哈是等于三公分的，然后角 APD 是五十度，这个是五十度的。好，那么他问哈，这个弧 AD， 哦，弧长 AD 啊，加上这个 BC 哈，这个是等于几公分呢？好，我们现在哈，先把这两个弧度把它算出来。我们知道的这个哈是这两个的圆内角，也就是说哈，这个是这个角度就五十度了哈，这是等于二分之一多少呢？AD， 哦，就 AD 对应的圆心角，加上 CD， 哦，CD 对应的圆心角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这两个对应的圆心角哈 ，AC 加上 CD 哈，这个是等于几度呢？等于100度啦，100度，啊，所以这个弧长哈，就等于多少呢？等于那个。一圈哈是二派 r， 二派乘以 r，r 是三公分，乘以多少呢？乘以几分之几呢？一圈是360，哦，这弧长哈跟什么？跟圆心角你成正比，哦，360/100啊，所以这样等于多少？6啊，6又36，约掉，23得6，25得10。所以是三分之五派，所以答案是三分之五派。